我觉得三个组变化最大的是你们这一组，刘维他们这一组，这最国际范儿的，综合能力实力最强的是这一组。开始都很好，开始都很好。但是你们三组中只有一组全员晋级，其他两组有三位哥哥将进入待定区。这样好残酷啊！这样，究竟哪支队伍是第一名呢？请看大屏幕。请看大屏幕，哇！今天你说就完了吗？大屏幕，你别说，还真有点紧张。你们猜是哪个组？我个人认为啊，李文翰那组。我觉得是第三组和第二组，龙飞和朦胧。首先，做的得票分数看一下，20%。哦，百分比啊，这是啥意思呀？就是一点点往上看，然后看谁停了，往下走。哎呀，哎呀，哎呀，这都还都是大家都一样的。好近啊！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动起来！射！啊，说实话，真的很紧张，也不知道他那个数字要怎么跳。我们都很想拿第一，因为我们确实付出了很多努力。有一种呼吸快停止的感觉，那一直觉得自己这一队应该要继续往上跳。飞来了，来了，往下走，往下走，往下走。好，为什么？我们也很好，我们很好。对啊，我也觉得很好。真是棒！我个人觉得今天我们的表演非常好，唯一遗憾的是，他们的好好像没有被现场观众看到。继续。哎呦，这太搞，太难受了，这样。大辈儿，大辈儿，难受了，大辈儿。我的初衷就是想让我所有的队员都不要进到待定区，所以当然希望那个进度条能顶到头。Go！对不起的，我没有做，有点拖累你。哎呦，怎么这么说？每一次咱们节目都是不按牌理出牌，你看那个心脏都快停掉了。恭喜上有老下小李文翰团队获得第一名。你看我说对了吧？大爷，要跳起来！能和他们一起拿第一真的是很好，有一种他们选择我哦，选对了，没有错付给我的这种感觉。哭了，志鹏哥。志鹏哥总算赢了，别哭了，别哭了，来来来，压力太大。那么帅的舞台，为什么要哭呢？别哭，乖，晋级了嘛。啊，水喝多了。我可能不是水做的男人吧，我不自觉的，我的那个眼眶的那个水又掉下来了，然后我就会是不是演琼瑶戏了？但是我觉得三位，乖了。对我们今天的团秀的分数不满意，但是我对我们每一个人的表现都很满意。我的初衷就是想让哥哥们不要进到待定区，这次还真的有点失落。恭喜上有老下小李文翰团队，你们将直接进入下一轮的公演，并获得节目组提供的专属获胜福利。1月23号公演节目播出当天，你们六位的视频照片将在上海地标建筑东方明珠和双子塔大屏滚动播放，恭喜恭喜！还有这种好事吗？我们演的，我们就是非不让我在东方明珠上滚呗。哎呀，请刘维组的刘维、烧饼、于猛龙站出来。哎，谭健次。明道、汪东城出列。哎，来了。
哎，什么？啊？哦，我吓我一跳。啊？能否安全，就看你来第二轮个人秀中你们兄弟的表现。带走吧。啊！不要！我太不要了！不用追了。加油！豆哥，最棒哥！豆哥，加油！哥，我们是最棒的，我们是最棒的，加油！真的，加油！我害怕。哎，我们要去哪儿啊？杜成哥，你救救我们吧！救我们，我们被带走了。求求你了。接下来你们六位哥哥，如果你们在个人的秀当中胜出的话，你们能救出你们队员的一位哥哥。啊，拯救！如果救不出来的话，将正式被禁演。别担心，有我在，起码就是你们一个强有力的臂膀。我一定会尽我自己最大的努力，拯救我们队员。这个 vocal solo 就是非常紧张的，万一没有做好怎么办？他派了我去担任 solo 部分，那我就尽全力吧。压力和动力特别大的，不敢说自己有多大的胜算，尽量加油吧。